坐下歇会儿。哎，你拽我凳子干啥呀？啊，我就想给你把凳子拆了，你看螺丝都给你藏起来了，切不？这家膜贴的不错。哎，你怎么骑进来了呢？哎呀，完了，我给人家柜台怼碎了。没事，我有招，看我给你解决啊。小伙儿，你家哪个膜好？给一字秘境贴个膜呗。啊，哎呀，你看手给我拉破了，这怎么整？你看这事儿。哎，你怎么又怼一下呢？我感觉这小伙没发现咱俩，咱俩尿悄撤出去啊。行。有人不懂屁包子和屁驴子的区别，看好了。原地没动，明白了吧？但大家注意了啊，他却可以想去哪去哪。来来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大宝子快来。你看我摆的一地啊，你随便选，选哪个都行啊，你看哪个好拿哪个啊。你先别说那没有用的，拿不拿的，谁让你搁这摆摊的，上水了吗你？下去以后如果你发现了就蹬两下绳啊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可别鼓捣那根绳了，下来洗澡吧，行不？还没澡堂子深呢。又一个搁那瞅我呢，一会儿又空个手，这么聊着我了。我跟你们这帮人呢，一天的尾巴跟着摇的生疼，啥用没有，拉倒吧。虚伪的人类。滴滴啥呀？滴滴，不抬杆你能过去吗？你不得付款吗？搁那，不连体啊？你过吧哥，三角形最稳定。开饭了啊！哎呦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快点！这谁呀？别闹，受气了啊！听着吗？哎呀，你可别叫唤了，这肯定是谁把灯闭了？闭灯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快打着！大宝子，扎完针妈妈给你买鸡肝去啊！听话，以后就不生病了，一点也不疼，就滋一下就完事儿了。你要上哪去？完了，鞋肯定得跑丢啊！希望人没事儿。你自己咋回事你应该很清楚，我不想多说。这我今天出去办点事儿，给你得劲够呛啊，还叫来三只鸭子给我整明白的，咱啥事没有啊。我不想跟你解释，你一点都不懂我啊。鸭子懂你呗，是不？来，今天我懂废你。就这距离我就跳不过去了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就穿这双鞋，我拿过吉尼斯记录，你知道不？世界最长时间不脱鞋记录保持者。鞋有点粘了，要不肯定能过去。看我的吧。哎呀，是挺难的。你不用害怕啊，就是小河沟没多深，顶大天到脚脖子。哦，你们这帮人太坏了啊，这么深不告一声呢？我给你们也甩点水。气死我了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，你们这帮人都给他瞅啥呢？一天天的就知道乐，就知道开心，我让你们乐。点赞呢。